Oh yeah， 飞天杀。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 欢迎回来《饥饿杀世界》。今天这一集，我们继续推展啊，推展我们的鲨鱼。然后呢，他身上的装备我都已经装备好了。各位所看见呢，他这个任务呢，目前依我来看，只有一个地区需要到这个是北极哦，是北极，应该是北极吧。北极是北极熊，南极是企鹅，可是这边也有企鹅，不过这北极的企鹅可能是以前古代的企鹅吧。哦，随便讲的，不要理我。哦，没有，有两个。哦，你们看到这个地点了没有？他们要去吃掉一个坎比大脚怪，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蜘蛛蟹要吃30只。哦，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先去解这两个任务，顺便拿到地图之后，应该就可以去这里了。这是火山岛吗？怎么感觉好像是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呢，到时候会到这个地方。然后最后一个这个地方是什么？好像哦，城市哎，哇哦，这么酷啊！好，没关系，进来看看。哦，谁来了？哇，这个血也是非常的多啊。哦，为什么我直接来到这里了？为什么这里的上面会有一家汉堡店？这是什么情形？为什么会有汉堡店啊？哇，好多企鹅哦！啊，吃好吃满。为什么会有汉堡店啊？而且这只鲸鱼啊，它能吃的东西好像比之前上一只那只老鲨。哦，这个应该是件禁杀哦，反正就是可以吃的东西更多啦，比之前多就是了。我们应该可以把那个五号给撞破吧？我们的体型这么大只，撞不破就笑死人了。啊，可以开撞了，可以开撞了，先把它咬死。嫩，哦，直接黄金冲刺，你看可以撞了，可以撞了。啊，这边可以开到什么？都没讲。然后右上角有那个啊，我们去杀一下那个大脚怪好了。大脚怪是任务的其中一个，那个蜘蛛蟹啊，蜘蛛蟹到底在哪里呢？啊，看一下，四号洞窟有蜘蛛蟹，啊，蜘蛛蟹在下面啊，那我们先去下面好了。他就是说要吃30只吧，是不是？哇，怎么那么多宝石鱼啊？干什么东西？哇，有幽灵鲨，别蜘蛛蟹。这是蜘蛛蟹，看起来不像蜘蛛啊，没关系，把它吃了就对了，吃好吃嘛。这么会吃，总有一天我被吃垮，还差7只。哎，鲨鱼大哥别，鲨鱼大哥，你不要那么自不量力啊！啊，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啊，他果然是不知道，不然就不想，不然的话就不会吃我了，对不对？啊，他就是不知道我是谁，啊，不识相。所以呢，啊，才被我这样吃掉，应该有黄金冲刺了，没有。好，我们再往下游看看，因为我们差7只，通常往下的话应该会刷新吧？啊，你看又刷新了，有了，差不多了，呀、yeah, ，完成，我吃啊！所以现在能冲就冲，水哦，吃好吃满，不要阻挡我啊！那边有个宝箱，去捡那个宝箱。护盾已摧毁。啊，对哦，我们顺便还要找那个，我们还要找地图。没关系，地图是最后的。好，我们先去找大脚怪。啊，别咬我！可恶，我应该带那个小鲨鱼才对的，这样子我都不能攻击灵体状态的鲨鱼。啊，切不到灵体。咬不到灵体，通通就 no 输啊！嗨，企鹅，哦哟，这边凶，先躲先躲！哇，为什么我快死了？是吸到一堆垃圾是不是？没关系，成为我丰富的蛋白质吧。嗯，哇，这么大一只，我还不吃一下？我还不直接敲一下？啊，直接被你撞爆！哎，我来了！哇，这个撞一下就爆了，这么屌、喔！大脚怪还在看电视啊？啊，这个吃一个就好了，好吃！哎、欸，居然没死！
嗯，啊，我吃了、啊，那不是坎比大脚怪吗？单趟游泳吃掉一个，我现在不就单趟游泳拿地图了？他的这个，他这个单趟的意思是不能带小鱼，是不是？可是这个小鱼会跟着我飞啊，怎么办？小鱼都在我这里，大脚怪已经被我克掉，他已经往生了。然后我们找到了地图了，啊，算是非常的圆满的落幕。然后我发现我快死了，为什么？我刚刚为什么下去那地方扣超多血的、欸？为什么？好，我决定我要去下一张地图了。哎、欸，不对，在去下一张地图之前，我们这边的岩石应该都撞爆哦。我们还有一个一号地区的石头没有撞爆。好，我们去把那个撞爆吧。啊，稍微交代一下这张图的完整度。哎、欸，我真的快挂了、啊，为什么？哎、欸，黄金冲刺，冲瑞，冲错边了啊！哪时候要哪时候无敌啊，嘻哈一下啊！可恶，还差大概再差两轮，我的无敌时间大概在两轮才会有两轮的那个金币冲刺。没关系，忍一忍，忍一忍一下就过了。耶、yeah, ，又一次，太棒了！往下，往下，吃啊！哦，直接一哈了，不错。通通都吃掉，吃好吃满。可是我的阿龟一直用撞的把它撞爆了，感觉北河分数会变很低啊！嘻哈！哎呦呀，哎呦呀，哇，好爽啊！好，看到了，大概在这个位置。哦，这边的水母紫色的也能克，超爽的。哎。大概八九成的水母我都可以吃了吧？我们到了，来，终于把这边也撞破了，拿到了该拿的东西了，耶！啊，那只红色水母不能克啊！好，我们自杀好了、欸，已经死了。来吧，我们去新的图啊！好，多了新的东西，喷射背包居然已经 3.0 出现了，然后多了一只罗根。这位有环保意识的巨鲨会透过吃掉所有挡路的海洋垃圾。我有点想把这弄掉啊，其实讲实在的，换这个好不好？然后，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欸，换这个好了、啊。这也是猎鱼啊，我们装这个，不然到时候遇到不能咬，是很尴尬。就先这样子。耶、yeah, ，我们可以到新图来了哦！啊、哦，瓶中信钩出现的、啊，非常好。那我们也就不管了，我们也不管这些任务所需要什么东西了，反正就是先探索就对了，好不好？我们先来探索一下。哦，到了。哦，这里到底是哪里啊？哇塞，好多岩石哦！中间的是什么东西？这边是工业区吗？我怎么觉得我要来到工业区之类的？什么是工业区啊？啊，连 BGM 都不一样了，有没有？干什么东西？啊？不对啊，这个有点像是都市边的海哎、欸，你看这边有沙滩，有沙滩，不知道这是哪里啊？不能不能不带。哎、欸，这可以进去？哎、欸，从左边进去，从这边出来。哎呦，完成任务。这边单向道哦。啊，没有没有，可以从这边出来，那也太酷了吧！原来是个单向道啊。哎、欸，这个可以吃，这個、可以吃，太棒了。快点快点，多吃一点啊！我没有爆发了。就让我爆发一下，不要咬我，我会生气哦，在咬啊，咬死你们，咬死你们！哦，连炸弹都可以克了。哦，有观众留言说，
老头，这种鲨鱼可以吃那种小算是鱼雷吧，啊，小水雷，啊，是为了帮助肠胃消化，因为吃太多了，啊，吃太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有没有？啊，你们到底要射几次啊？你们真的是很烦，你知道吗？一直射，一直射，不管我受不受得了。这边有石头，怎么撞？哦，原来是撞这里啊！吃吃吃吃吃，好吃好吃！哦呦，哎呦呀！不要再射我啦！你再降我黄金冲刺，我告诉你，那鲨鱼麻痹了。这个应该才是真真切切的锯齿鲨吧？我想。啊啊！吵死人了！哇，这边撞不破，我难过。看来这更大只的鲨鱼才行。那下面那嘞？下面可不可以撞？好，既然我们来这里，我们也是要找一下我们瓶中信啊，解锁新鲨鱼。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我们的初衷啊！哎、欸，大概底下了，哪里狗嘞？啊，为什么下不去？嗯，是我搞错了吗？明明就是显示在这个右边的下面。我倒是觉得它这个长得是这里吗？不要再射了，我真快死了。哦，在这里啦。哇塞，这边也太多。太多人那边拿鱼叉枪叉了，叉叉杀了，叉杀，叉杀，找到了，还射，不知好歹哎、欸，撞不破，撞不破就算了，离开这里。那这边是什么？哇，海王宫，海底城堡，啊，这是海王宫吗？俗称的海王宫出现了。海王宫是你，不过这好像也没什么哎、欸，就只是单纯的一个建筑物而已，算地标吧，还是亚特兰提斯呢？也有可能是亚特兰提斯。五颗零，可恶！啊，我可以吃这种小只的，我撞，算了，我爆发不够啊，无法撞。上面能不能撞？可以，嘎、啊，这也不行，完蛋了，我是不是老了？老了软掉这样子？哇，吃这个很爽，哇，一次加十几万呢、欸，超爽的。最上面看一下好了，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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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得死啊！都得死啊！在干什么东西？呵呵，弄掉泉水夫，看一下这里，也是不行。这边有没有风压？果然，把什么东西射下来了？逆风而行不给。哎、欸，瓶中心在这里哎、欸！哇，瓶中心居然在这个鸟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上面有什么好的、啊。这个好像是什么比赛赛车道这样那种感觉。不爆你，还不爆，还不爆，这么的顽强！啊，干，我要死了！我觉得我还是乖乖的下去吃鱼好了，太危险了 ！Oh my god！ 挂了，鱼又多一只新的了，为什么？哇，会有一只老鹰啊！弓箭会飞越天空，攻击在水面上的任何东西。好像还蛮厉害的，有没有需要装啊？哎、欸，居然还两只，超级史蒂夫，更快、更强、更凶猛。超级史蒂夫会加快爆发装填速度。哎、欸，我有点想用这个、欸，哎，把谁换掉啊？好像没看到什么幽灵鲨嘛，那我们就先装这个好了，6500。耶，我们爆发速度变快了。来，我们现在呢，准备要去让这个超级潜舰沉没啊！我们的朋友鲨鱼呢被困在笼子里面了。
我们现在要去救他。啊，原来是在海底之城啊，亚特兰提斯那个地方，可以的，没问题的，我来了。嗯，哦，爆发速度有变快吗？看不太出来。啊，奇怪啊，真的那一只老鹰真的就在天空哦，它没有进来海底哎，也太好笑了吧。啊，这时候先多吃一点这个。好了，有爆发冲刺，我们就可以往下游了。哇，怎么中不了？有用撞的，他无敌状态。嗯，这个小淘气，吃一下。哇，哎，真有痛到。他不让我撞啊！哇靠，有点痛。我是一直被那个鲨鱼咬啊。撑住！我快死了！不要再射我啦，你们这些小贱人！补血，补血，补血！别啊！跟你讲说不要，听不懂，一直射，有完没完？补血！哦，赶快补血，赶快补血！赶快先来个黄金吧，应该可以来个黄金吧，金币冲刺吧，快点，再一下，哎，还不够，不是像你咬我的时候啊，哟，报仇了，咚，哎，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吃掉你，哦，无敌了，哎呀，这个无敌实在太可以了。就是这么的刚好，哦吼，获得一只鲨鱼，太棒了！这个外表看起来就是啊、电影里面著名的巨齿鲨。有了这个巨齿鲨，我觉得呢，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该死的这个水管跟这个大岩石撞爆了。啊，他来这边只有他能撞爆这些东西，我顶多就冲击一下就前面的管子而已。这么的可播，可播可播鲨鱼。你是不是很可播啊？有点痛，哇，好大只哦，被吃掉了。可播鲨鱼，呵呵。哎，老鹰来了，帮忙一下，老鹰大哥，逆风而行啊！你不是要爆增添一下暴风爆发的速度吗？哎，好像有哎、欸，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哇，在空中才有作用哦，哦，带我飞，带我飞。我可以越飞越高啊！带我飞啊！哦耶！飞天鲨啊！我之前看那个什么，看什么来着了？我靠，已经有点高了。我之前看那叫什么来着？以前的电影院有一个叫龙卷鲨，这个叫飞天鲨，超屌的。哦，不开玩笑。你有看过会在因为龙卷风然后被卷起来的鲨鱼去攻击直升机的这种事情吗？啊，就是有这种事情。我是说真的，而且在电影院里面播出来，吓死你，吓得你不要不要。啊，我是觉得很扯啦，反正什么都能拍成电影，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了。干什么东西？老鹰来哦，带我飞呀、啊！哦耶！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我自由自在，单场飞行1500公尺，这样也行。我已经没有爆发啦，救我！怎么办？他不是说帮我装填爆发吗？怎么感觉他没有？帮我补啊！有了，吃掉就有了，舒服啊！我觉得就多让他吃一点好了。啊！逆风而行，我在天空飞超久，我看到飞机耶 ！Oh my gosh！ 啊，那刚也塞，哦，咬死他，咬死他！有船，哦耶！有船就是把他弄死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呦，没事没事，无敌状态！哦，又有了，哦。
哎、欸，那个鲨鱼大只哦，该不会是我们下一只鲨鱼的样子吧？来啊，磕掉你！嚣张是不是？哦，大只都嚣张，哦，好痛！一打一，哇塞哇塞，被戏啊被戏啊 ！Oh my god！ 这些鱼叉枪联合攻击其实真的很痛，真的很痛。把你撞死！好硬哦！哎，撞不死啊！哎，我要死了！其实我是故意的，因为我想看新的鲨鱼长什么样子啊！不好意思啦，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新鲨鱼叫什么名字啊！啊，我们现在看到这只是大白鲨，啊，到时候来帮他装一下。啊，这就是那一种电影版里面那种很凶恶的大白鲨，有没有？大家就长这副德行。OK， 没有问题，我们下一集就用这只大白鲨，好好的给它过过干瘾，把那个水管给撞爆。那么呢，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哈。我们这边后面陆续大概六七八九十，哎，我们还有十只啊，没关系，慢慢来啊，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它全部都召唤出来的。OK， 也不用急啊，好，各位，好不好？OK， 那么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学画家帮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饥饿鲨世界》再见面了，拜拜。